再想一下那个得奖的心情好不好？其实真的没有准备，没有想到会得奖，因为相较于很多在特效视觉特效的这个领域里面，其实我们算是在这部电影，我们只执行我们觉得应该做的部分，因为其实它不太算是一个视觉特效的大片，所以能够有这个荣幸得到评审老师们的青睐，其实感到非常荣幸，诚惶诚恐，诚惶诚恐。好，凤仪说一下。其实我的感想也是跟奇峰一样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职责都是要把应该要很自然的地方，然后让的大家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视觉效果。其实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成功的地方。好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请两位老师回到那个台下休息哦。你来来来。通常这种时刻摄影大哥都会想要叫他跳一下，有需要跳一下吗？不用太高，不用太高，不正常的。好，请一下奖杯。可以把你的名字那一面转出去一下，名字那一面转给摄影记者一下，或者中间有需要大贺，需要大贺摇奖杯吗？不用摇奖杯哈，高级哦，高举一下。好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在左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递麦克风给我们大贺一下。好，来，刚刚在台前哭得有点那个不去，泣不成声了哈。来，后台跟我们媒体大哥大姐说一下你的喜悦吧。我一开始我觉得两个奖，我应该这个奖是最不太可能拿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亚梅姐在第一次在后台遇到她的时候，她说哇，这一组是死亡之组，非常的难拿。那我觉得非常感谢评审给我的肯定，这样子是就是这么多前辈，我原本觉得跟他们一起入围同个名单就非常的荣幸了，没想到拿奖，我觉得。谢谢评审，谢谢评审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贺来，好，感谢大贺来，欢迎大贺来到台下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总是。去年加签以这个片入围的金马奖最佳女配角，那这次在台北电影节拿回这个光荣哦。好，来，请加签先看左手边，来左手边，来。好，左手边，好，慢慢的视线移到中间，高兴，好，左边再高兴一点啊，好，中间，那你就听摄影大哥摆布，好，再看一下中间一下哦，好，看一下右边的，右边的，不要叫嘉谦跳啦，他穿那么高。好，他正要试的哦。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真的、哦？好，小跳一下哈。第二。好，安全，安全哦。好。好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把麦克风给嘉谦哦。这是您的第一座台北电影奖哦，也是第一个这个电影的奖项哦。来跟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准备，我今天真的就是来参加一个盛会，然后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是我觉得是一场梦，可是这个梦很美好，对。好，很美好的梦哦。
好，那接下来应该还会有带给我们大家更新更多不同的电影作品哦，会不会？期待有新的作品，然后也期待就是有好的剧本，然后就看我现在，我真的你问的问题，我说实在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话，因为我现在就是真的是脑子一片空白，然后我就是很开心，对对。好，感谢嘉谦。好，来到我们舞台下方这边，等一下还有平面媒体，左手边，左手边，好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再看一下右手边，您的右手边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好，来，求请麦克风来递给我们谢梦玲，来。来，梦露刚刚有没有什么话在台上讲完了，然后还有什么得奖感言没有说的，可以透过我们在媒体后台新闻中心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呢？我其实现在脑中还是一片空白的，然后跟他合作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。你跟嘉谦一样，老秦现在都得奖之后过于喜悦。对，完全没有准备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当一个剪辑师拿到这个奖，其实觉得很开心啊。然后就是其实剪接就是一个后端嘛，终端那就是需要很多人的努力。就是如果没有前面人，如果没有把东西有塑造这种可能性，那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发挥。那你在剪接室一而再再而三看着这些很恐怖的片段。对你身为一个剪接师来说，在剪接室灯光如此的昏暗，是否是另外一种精神压力呢？是，其实就是我的电脑上面其实贴电脑后方贴了一张很大的符咒，就是专门来帮我刻住，就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我身边。是什么样的符咒？就是希望来看的好朋友们，他们都可以安分一点，不要来一直凑过来。OK， 好，感谢梦如带给大家一个这么奇特的八卦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梦如到台下。稍等，对，来，导演你再后退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导演先看你的左手边，左边，对，左边，对。好，好，导演左上方，对，您的左，不用那么左，在那边。那边，好，导演看中间，您的中间，好，慢慢的再移到您的右边这边 ，OK， 好，大家 OK 吗？好，在左边再一点点，抱歉，好，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来给麦克风给蔡平江蔡导演哦，导演您的作品几乎只要。入围台北电影节，像都会得奖，都会得奖，对，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百分百记录哦，可以跟在座的媒体朋友们分享一下。可是越来越恐怖，因为我不是拍纪录片的人，那我拍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哈，怎么分类现在的电影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哈，电影只是逐渐模糊了界限。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一次我特别感谢评审哈，觉得最开心是他们的视野真的非常的被打，非常的有打开，是有很宽阔的视野来看待一个新时代的电影的走向。那我想说入围的时候我是已经超开心了，也入围会不会得奖我就没有想太多。OK， 好，感谢蔡导演，来请导演。好，来先看中间。销售还有市场的这样的状况。好，最左边两位。好，可以吗？再看中间。今天都可以学习彼此之间的工作内容。好，看您的右边。怎么吞？好。小小咬一下奖杯哦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各位可以吗？
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一次来，请递麦克风给嘉音哦。好，这一次也是你的第一次表演哦，就可以入围，而且还一个人都得奖哦。刚刚在台上还有没有感谢到的，可以在我们新闻中心这边说一下呢？我得奖感言背得蛮熟的，应该大部分都有感谢到。然后其实我是没有经纪公司的演员，然后我要参加这个影展，要准备的东西非常多，所以其实我的除了颁奖典礼这套衣服，其他出席典礼衣服都是我朋友他们帮我弄的，而且我尺码比较大，实在是不好买衣服，所以找得很辛苦，我要特别谢谢他们，然后也谢谢我的造型师、我的彩妆师，这样。好，感谢嘉音哦，希望这个得奖之后呢，接下来能够有更多的幸运可以找上你哦。好，来有请我们嘉音。